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吉米。我最近又不务正业啦，因为我自己有一台 3D 印表机，所以我常常上 ThinkGiver 这个网站去逛逛。我看到国外的网友放上时下很红的指尖陀螺模型图档，而我刚好这边有之前做 3D 印表机剩下的培林，让我也很心动，想来做看看。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指尖陀螺模型，我把它下载下来列印。这个就是列印好的成品，我把它装上了培林。不免俗的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指尖陀螺转的时间。我现在用的是比较差的培林，是我组装 3D 印表机剩下来的。那才转一下下就停了，那表示这个培林是比较差的。那我又在上网去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培林，欢迎厂商找我业配啊，我偶尔也会自己 DIY 做一些小玩具这样子。做这个指尖陀螺纯粹是因为我吃饱太闲，不务正业，顺便练一下手指的灵活度啦。